要走三城巷的步道呢，从通远门这边呢逛完之后下来之后，就往下城门之后往右手边这个方向走。这边也有一个步道可以下来，不见得要走城门那边。下来之后往前的方向会经过重庆市妇幼保健院，这是一个医院。这个算是老城区，能感受一下整个重庆人的生活步调。看起来路上大部分看到的大概都是外地游客，跟我们一样的从外地来的。领事下飞机收港5:20。在重庆蛮多人吃东西是像这样的。帅哥，加点回糖。打酒的地方，蒜尖纯高粱酒。不是理事馆，是理事下。我小哥不是给我来的吗？来一把呀。招牌到了，这样这样这样下来一点，看到字还有上面的旗子。 OK， 走了一小段路，大概没几分钟就到达了三城以下这个一个牌楼。从上面走下来很轻松，不会那么的累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三城下，这个是要拍照的，要索费的。走了。拍照是要付费的。来这边看一下，并且重庆特色小吃凤爪油茶豆腐脑冰粉羊虾两片，我是三片。遇到施工的有点吵。看一下啊。
谢谢。平时就这么多人，如果真的遇到旅游旺季，不就人挤人？每天都这么多人在那边走来走去，以亚洲的个性，如果住在这边呢，不装潢才奇怪。因为我喜欢安静。好的，这边又是什么特别的呢？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有个剧场，仁爱荒野剧场。好的，留下旧的一个墙，这墙壁蛮特别的。请勿逗留。看他把这旧的全部都已经改掉了，那实际上很特别。从一路走下来，因为都是下坡，所以说基本上感觉不会那么累。当地人一定觉得很乏味，为什么那么多游客会走这边呢？我个人感觉走这边有点重庆的老味道。我们继续走下去吧。菜园大米都是九十多钱，米应该还不九十多皮了吧？啊，我等着个搬东西哦。刚刚第一女主角说要往后面拍，我不让拍，我快把衣服脱掉。凉快多了，好像在冷气房一样。跟空调房的感觉一样，这边三层下就是比较特别的，把一个旧的街道古色古香整个串起来，感觉很舒服。印象三层，仁爱堂很有名的，仁爱堂，这个中国人的仁爱堂旧址，因为我刚刚那边遇到一个华国人。讲中文讲得非常的标准，这是在1990年所建的天主教堂的修道院。咱们架着拍照，
别的地方。OK， 那好的，我们就继续的往下个行程走去。对对。给他自己进去了里面哈。好的，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仁爱堂这边，看着江边的感觉非常的舒服。看着他们的地铁那边开进到这边有哈，左边这边桥梁，那右手边呢，这个是汽车的一个桥梁，再过去那边有汽车，也相对的会有。城际之间的一个地铁，本身就是非常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，住了3000万，它重庆地区总共住了将近3000万的。这边对了。没破、啊。刚刚那漂亮哈，我们刚才在那个位置在拍，他们突然就说啊受不了，我们就只好走了。也不会说先让我们拍照一下，讲都不会讲，一票人就冲到那边去。或许他们是无心之过吧。这边一样有看到。这个树啊，应该是他们这边的市树，整个就把它保护的，很多地方都是这样。在仁爱堂旁边，这边有一条小路可以走木栈道，木栈道就往底下继续走下去。上去，有没有看到这只龙已经下，它的空气已经卸掉了。比如说比较没有意气风发的，这才还几个出山啊？
继续走的，沿着这山壁的道路继续走下去，一路就是往底下。有些人是从底下爬上来，或许他们体力比较好，但是我的体力不可能去做这件事，我只能从上面的慢慢往底下走。整个街道走起来大概就是这样。我确定我走对了，下来之后就有人建议在这边的茶馆喝个茶，后面贴着这个山壁的吊脚楼的方式，可以在这边喝个茶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在那个张家界吧，张家界那边不是吃自助餐的时候吃了一坨。哇哦，还要走爬上来的人太厉害了，看到了。太脏了，这个。
叫江美。右边这边有个月台，可以看一下再回来。对了。他们这边会有艺人在这边唱歌、拍照等等的。好奇怪的放的，豆腐脑就是所谓的豆花。从上面走下来，走到这里，整个体力上，如果体力好的，可以从底下爬上去。像我们这比较没体力，动点脑子从上面走下来。那整个一个山城的一个故事呢，大概就是在这边一个城头嘛，然后给各位看一下。那整个一个步道的情形大概就是这样，而游客须知。那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。一条山城，这一百年山城时光的简介，一样会有这样的，边走边抽烟。不过我们刚才在上面这种人是比较少，现在慢慢又看到了。在台湾呢，基本上边走边抽烟是会被开罚单的，可是，在大陆。这里啊，是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则，所以说很多人把他的快乐借助在别人的痛苦上。这是我这几天在成都还有重庆的最大的感受。好了，下来了。上坡开始了，刚刚有听到人家说上坡开始了，那就是
准备体会吧。我们这样走下来，基本上很顺。深层步道。走完的心得，建议各位还是从上面沿路下来，其实风光都一样。你从底下上去，我跟你讲，很多人一定办。那在我的影片当中有告诉各位，从哪个位置进去，哪个位置开始走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好了，这三层步道的影片就介绍到这里，我是阿周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